迎节目主持全一凤赖怡玲，十分高下，让你惊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全一凤，我是赖怡玲。上个星期呢，我们见证了，只要你可能动动脑筋，加入一点创意的话，再平凡不过的食材都可以摇身一变，变成非常高级的一个料理。是啊，凤姐，其实大家都可以亲自动手做，像上个星期啊，我们的参赛者 Sam 做的那个麻婆豆腐 gnocchi 有没有？哇，我跟你讲，我回去做，家人都说好好吃哦。乱讲，这个话稿都不应该是从你嘴巴来讲的，你根本就没有做，你怎么做得出来？凤姐，请你相信我，要不然我当场好不好？来，道具不要不要，你别假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实验给你，我们参赛者马上就要登场了。哎，说的对哦。那今天决定他们生死大权是哪些人？赶快欢迎我们五位评审。今天的五位评审是：不怕工作辛苦，只要吃得幸福的周颖；饮食戒律多，偶尔放纵也不怕的贺天赐；吃得讲究，吃得优雅，甘心为美食掏钱的郭书贤；一日不吃如隔三秋，爱跟美食谈恋爱的黄文勇。全岛走透透，吃出自己一番心得的 Leslie Tay， 欢迎我们五位评审，欢迎你们。那我来讲一下五位评审，你们今天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就是待会呢，你们会吃完这个美食，吃完之后呢，你们就要去评估一下，你们愿意花多少钱来吃这道美食，以这个概念为这道美食出个价，到时候呢，这个价钱就是我们参赛者所谓的分数了。嗯，相信在场的各位对美食都一定有特别的一个喜爱，对不对？美食啊，是生命，生命啊，吃到好东西啊，很高兴。吃到不好吃的东西很生气。他说美食是生命，我说美食是我的女朋友了。哎，有时候会想念哦，如果它好吃。那有些看到会怕咯，想要逃避咯。其实我在吃方面我很挑，所以我很喜欢美食，我不介意花多少钱在美食上面。哇哦，那你就是这几年吃的聪明，吃的刁钻了。对，我觉得吃是一种享受，就是我拍戏很累的时候，我去吃一顿很好的东西，我会觉得我好像充满力量。当艺人嘛，所以通常我们要比较照顾身材啦，而且现在又要唱歌，所以我吃的东西也要比较小心。但是今天可以上这个节目呢，就很开心，所以我会尽量吃。很好。那这样听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五位评审都是啊，真的是食客啊，吃家。所以这样也好。那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邀请我们的这个四位参赛者出场。在出场之前，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12位四人厨师分3组，每组4人进行组别比赛，为期4个星期。参赛者必须根据指定的廉价食材，烹调出一道别具创意的高级美食。每组累计分数最高者将晋级决赛，与另2组的优胜者一较高下。总冠军将可获得10000元现金奖。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参赛者出场。四位参赛者分别就有苗敏、Nick、以及小王总。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今天是你们A 组第二场的比赛了，对不对？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指定食材是什么呢？如果你爱吃快餐，就一定吃过它，它就是马铃薯。一向做惯配角的马铃薯今天坐正当主角，究竟能做成什么样的高级料理呢？马铃薯有很多种颜色嘞，它可以千变万化的。你看它有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而且它出产的国度有很多，有中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对，那不只是这些哦，它出产的国家多之外呢，它营养也很丰富。那像马铃薯里面呢，它就有这个淀粉、蛋白质。那重点是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膳食纤维，所以你吃了它呢，就很容易通畅无阻。哦，排便好吗？嗨，OK。五位评审有没有吃过什么特别的马铃薯之类的食物？最深刻印象就是在云南拍戏有吃那个马铃薯丝的。土豆丝焦香的，哇，很好吃。是，来你呢？哇，我自己其实我很喜欢吃马铃薯，但是吃的很容易胖，对，所以上镜就不是那么好看，所以我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马铃薯。太好，那我们今年就累积你一年的分量，吃过给你吃。对，这个锅大今年完了就没有，你要珍惜哦。好。马铃薯是 side dish 而已嘛，我们是吃 steak。
跟马铃薯一起吃啊，没有吃过好像马铃薯做主餐啊，所以我要看这些 chef 有什么办法把它弄成这个主餐给我们吃。所以我们在场的评审对马铃薯都觉得这是日常随手可得的，对，所以他对他可能就是会比较有期待，期待高了就怕失望，也会跟着高，所以这就是要给我们今天参赛者一些些的压力，也是一种鼓励。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第一位参赛者今天是 Melvin， 先来看一下上个星期的回顾片段。Melvin 上个星期以从无到有的概念用豆奶做豆腐，炮制出一道太香手工豆腐，成功征服评审的味蕾，并获得42分的全场最高分。今天他会不会乘胜追击再下一城？你是目前分数最高，然后今天又是第一个参赛者。OK 了，有点紧张。OK， 今天菜肴叫什么名字？酥脆马铃薯。酥脆马铃薯。跟柳丁汁。柳丁，新加坡有讲柳丁的吗？我们讲柳橙嘛，对不对？对，为什么你会用柳丁呢？因为我的华文不好，所以我叫我的台湾表妹叫我。哇，难怪。OK， 所以我们现在放橄榄油。好。Then 我们会放一点点的butter。哎，今天所有的食材应该对你来讲都很熟悉哦，因为比较习惯用，对不对？ Yeah. 比较习惯用。这是洋葱吗？洋葱，对，一点点的牛油。他现在炒洋葱啊？对。来、yeah. ，我们这边会煎那个bacon。两位主持人，为什么主角还没有出现呢、啊？哎呀，对啊，你的那个马铃薯嘞？等一下，因为这个比较靠时间。我们这边的比赛规则，参赛者很喜欢玩那种主角都要隆重压轴登场。对，我们每次大型节目啊，方文、方跟慧玉都没有来的。对，类似这个道理。来的时候才看到他们的。是主角，所以你就是说方文、方跟慧玉是马铃薯啦。我知道每个人有些小姐会怕肥啊。But, 今天我们只用three slices。你都已经放牛油了，你都不怕人家肥？这边呢、啊， oh. 因为这边要牛油肥5公斤，培根再肥5公斤。意大利女孩子肥是比较美的。哦。所以对他们。OK，so 这边我们有那个红酒醋，我们放在那个洋葱里面。好，红酒醋是西式的一个。东西吗？呀、yeah, ，对，因为有醋，它会带出洋葱的甜味。哦、我们的 bacon， 我这个的概念就是把一个早餐做成好像一个 main course 样。是早餐就吃洋葱、牛油、培根，会不会太重口味了？呀、yeah, ，他们吃好像 bacon and eggs 跟 waffles 那些东西。啊啊。还有在意大利他们很喜欢吃frittata， 就是烘的鸡蛋，那里面他们会放cheese 牛油，会放洋葱，还有 asparagus。他早上都吃这样啊？对呀。那中餐有什么不一样？中餐是pasta 很多。哦、oh.。吃很多 pasta， 洋葱也好了。OK， 所、so、以现在就是主角了，这个 bacon 我们放一边，把它的油沥干，所以这边我们就有 mini potatoes， 随便了，什么 potato 都可以。OK， 所以我们会用水煮到它们很软。So what we do is， 我们就慢慢的按它 ，OK， then 它们有 crack 对吗？就像这样。then 这个是 semolina flour， 是一种比较粗的面粉，所以我们会这样放。还真第一次看到这个面粉，感觉很像胡椒纸这样。真的是很粗的，很粗啊。那个马铃薯不用去皮的吗？哦，对哦。哦，不用，马铃薯 actually 是故意的。可是嫩的马铃薯好像没有去皮，吃会特别比较香，是不是？对，炸的时候你煎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 crispy 的 outside， 可是里面会很 fluffy。好像我们马来同胞的巴格对，有点像。对，好， okay, 我们的厨师都已经把这个来做一下，看这个步骤是什么。OK， 所以我们用一样的油，那个 bacon 的油。So， 一个 tip 我可以给你们，你们在家里如果煮东西的时候要懂，那个油烧了吗？那个马铃薯要把胡椒粉 crack 在里面。So， 你看到胡椒粉，你看起泡泡了。这边烧，不代表这边烧，所以你摇一下。我们华人是用一根筷子有没有？然后插进去，然后旁边起泡泡。对。OK， 所以我们这边会用rosemary， 迷迭香。这个 rosemary 可以de-stress。哦，这个油里头有迷迭香味。Yeah， 给它外面脆就 OK 了，因为我的 potato 已经煮好了。好香哦，有那个迷迭香味。所以你是把这个马铃薯两面把它煎得脆脆的，就是。
到目前为止，我只有看到他一直撒胡椒，我没有看到什么调味料。没有撒什么盐啊、糖啊都没有。对，医生以健康来讲，我看到盐吗？刚才有盐，有放盐，撒一点点而已。我有放葱那边啊。So 我们煮意大利餐的很喜欢用番茄，因为给一个很 refreshing 的taste。So 这个是basil 九层塔胡椒粉，被我熬着跟盐橄榄油。OK， 所以现在可以摆盘了。OK， 摆盘了。So 这个是我已经做好的那个 orange 的酱。哦，柳橙自己柳橙酱。有作画。今天的画比较不一样哦，上次全部是一坨。今天会拐了弯。Melvin 强调，意大利菜着重于食材的原味，但为了不使马铃薯吃起来单调，他精心搭配了培根、洋葱和柳橙酱，加上番茄定了点缀，精致的摆盘是不是令毫不起眼的马铃薯一下子变得精彩非凡？走原味路线的酥脆马铃薯没有变身，也没经过太多处理，它能让挑剔的评审吃出什么样的惊喜呢？我觉得他做的还蛮新奇的，摆盘上也蛮漂亮的，只是我觉得那个培根有一点点太咸了，但是配上这个马铃薯还刚刚好。我觉得 presentation 方面我很喜欢那个意大利粉在马铃薯外面就加了多一层口感，吃不到那个马铃薯的原味了。我觉得因为要用培根的味道跟其他的味道在外面，不是在那个马铃薯里面，要掺在一起。要是你要掺在一起的话，那个 russet potato 比较好。因为我们不对，这个 potato 也不是很熟了，我们就刚才认同，我们都不懂你们在讲什么 potato。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参赛者呢是要接受一定的挑战啊。对，因为你们吃了这个第一道菜啊，就要去思考一下了，你们愿意付多少钱来为 Melvin 这一道菜来出个价，就是他的分数了。好，准备好了，请出价。出最高价，因为这里我最有钱嘛。为什么你出20块？我觉得他们都吃得很小姐，我觉得应该整体吃。我要反驳这个莱斯利医生，他说为什么那个马铃薯没有调味，现在他调味就在 bacon， 就是一口气这样吃下去，包括了那个洋葱，再加上那个柳橙，这真的是画龙点睛啊。我不吃洋葱，但是我喜欢那个调味，洋葱有那个香味嘛。那当然我也承认说它的，因为我不吃柳橙，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柳橙汁还不错。Thank you. 对，好，那这个综合五位评审的这个价钱嘛，我们要得到一个平均值，对不对？对。那我们刚刚看一下，15.6。恭喜 Melvin。很惊讶了，把 OK 了，我尽力了，看其他的参赛者怎么样。不用担心了，今天有可能我的分数比你更低。不可能，他是很好的厨师。父母亲都是娘，对，很难找嘞，现在。他喜欢嘞，对呀，你喜欢嘞，突然间话多起来了。他讲说他在做这个 Chef Chef 的时候啊，都有碰到人家勾引他嘞，真的，而且都是老男人。今天也有一个。